成林百天下嘛，哦，那姓陈的都非常多啊。只是就是你知道吗？奈龙家都好对，国昌老师是不是应该出来连连看？<對>哦，通常市面上没有卖的，刚、嗯、好柯文哲想要买房，就可以卖给他。对，然后你说屋主跟这个贵俊也都说不知道新屋主是柯文哲，什么柯呢、啊？还觉得奇怪嘞、欸。对嘛，我告诉你，贵俊杰绝对不可能，嗯、因为买卖不破租赁。<對>但是买了之后，你的屋主。 你的新屋主就要跟新房客签约，嗯、<哼>对不对？對因为你要让你的合约要继续延续，<對>你起码要知道你现在的租金你要汇给哪一个屋主嘛，<對>所以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嗯、所以是不是欲盖弥彰？明明就是公应该。 合理，大家都要知道的事情，结果现在谁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哎，有没有感觉很像柯文哲在查账的时候，我老唔知，柯文哲不知道，负责李文忠也不知道，张正也不知道，李文忠也不知道，黄珊珊也不知道，所以你看现在买房哦，柯文哲买房，房客是谁？ 柯文哲不知道，房客知不知道他的新房东是谁？他也都不知道。然后卖给柯文哲的人也不知道他卖给柯文哲，我就厝不业。对，什么都刚好都不知道。嗯，所以柯文哲用不知道就要摆出所有的关系吗？对，逮起五加、尼亚干单吗？所以那背后关系真的是让奇人一斗所以重点是，到底柯文哲是不是真的买的这一间房子？对，现在他讲的是说我用四千三百万买嘛？那。 到底有没有金流嘛？<對 S 2> 拿出来嘛。几个金流？第一个，民众党拿的选举补助款，柯文哲一点一亿，到底有汇了多少钱给柯文哲？嗯，柯文哲有没有那个汇款的凭证？对，把存折拿出来。对，第二个，柯文哲买这个房的时候一定要汇钱嘛？除非你真的领现金。对，哦，不然你现金也拍照不可能吧？ 我应该买波因为老师說一般这种没有中介，你要这么大笔金额这样汇款，其实风险。我告诉你，你要莫名其妙去领四千三百万出来，我告诉你，台北市的刑警大队应该跟在你旁边。<對>所以一定不可能，除非<對>除非你那些现金是冰熊实力都藏起来。对，平常你就存起来的，所以你没有从银行领出来，對,對,对不对？所以，哎、欸，我现在突然有一个想法，该不该不会这四千三百万也不是柯文哲出的钱？ 有可能呢，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要证明说这个钱真的是我出的，对，而且我就是理所当然的补助款还是 汇过去的存折拿出来嘛，嗯、對你就是汇给这个诚信的屋主啊，汇、嗯、到哪一个账户啊，<對>拿出来嘛。<嘿>过去陈佩琪为了这个双城论坛的事情，嗯、也秀过你们家的存折啊，你就把存折拿出来。刚<對>明玉姐讲说那个比市价贵八万这一件事情，<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啦，嗯、<哼>因为通雄那是自己被银自用的。 <對>如果你是自用，一定买便宜嘛，你砍价啊，价<對>嘛，议价<對>嘛。你除非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自己就不是我这我付的，嗯、<哼>所以不、那個、是自己出了，所以比较没关系。不是我自己出的，价面上是八十八还是九十八，对我来讲哪有什么差？不差，那个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嘛。所以我说柯文哲必须要把。 汇款的记录全部拿出来，<對>不然会让人家质疑这到底是不是这个真正的买卖。再来，如果是一个呃你没有付钱的买卖，然后你还把价钱冲到八十八万、嗯、一平萬，八十八万炒作，告诉你<價>你就是炒房嘛。<對><對>而你在九天之后去办办那个活动，呼吁小炒要反对这个高房价，要来抗议台北市，呃抗议。 那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不是还给小草拔辣吗？那时候给拨辣的时候，还说什有梅没有还说没有梅子粉，还叫梅子粉要跟民进党要。哎，拜托你四千三百万的零头梅粉，让小草吃到饱，吃到带回家。哎，来关我听完苏佩姐讲这个，现在关键的人是卖给柯文哲这一个屋主。对，这是谁？我先讲哦，这一个屋主他没有找中介帮他卖，对他没有在所有的平台上面讲说要租要卖要卖，因为他已经租给了这一个。 这个先呃那个<對>那个呃对，先发兴业，嗯、他输给先发兴业，所以你看到、哦、这个人为什么是关键？第一个，柯文哲跟他一定有认识嘛？嗯哼，对。如果你不认识，你怎么找到这个屋主？<對>是合理吧？<對>屋主没有要卖，因为要卖的话，我正常会找房仲，嗯、我正常会在公开平台卖，<對>但没有。 所以柯文哲认识这个，对不对？对，来，这个人是不是一定认识桂俊杰？嗯哼，对。先发兴业本来是他的租客啊。对。他说我不认识新的屋主，但我一定认识本来的屋主嘛。旧屋主一定认识啊。对来，我要问的深水区关键在这里。嗯、这个原屋主真的是拿到四千三百万整吗？哦。谁知道？对。今天他们的讲法叫做我是。 现金四千三百万货汇款嘛，就是完全没有贷款嘛，所以银行那边没有任何任何贷款的记录，总额多少哦？它只有一个叫做实价登录报买多少钱，所以报出来的金额又如刚才几位来宾讲，又如此不合理，超出市价这么多，对，显不合理。对，来，我我问一个大胆的假设，嗯，今天这这两种可能嘛，一种叫现金，另一种汇款嘛，对，现金哦，我有请了我同仁帮我算了一下，大概多重了哈？ 这个现金如果四千三百万，大概等于一个左岸艇的重量，哦、你就扛着一个左岸艇。<对>如果这个是银行领啊，我跟大家讲，银行会启动一个计划叫“互钞计划”<对>。旁边又有一堆的警察会保护在柯文哲身边，嗯、不会有人不知道。<对>那第二个就叫汇款嘛。嗯、现在柯文哲没有讲的是，他什么时候汇这个钱？对，然后呢，相关的证明要把它拿出来。<对>不然这样子的一个金额，是不是他讲四千三万？大家是质疑的。对，最后一个，柯文哲唯一一个合法。 <對>不会被抓去关的资金来源，就是讲这是选举补助款。是啊，可是是不是选举补助款？哦，现在打个问号。目前他如果如果我们是柯文哲，<對>我被质疑，对不对？對我会跟大家讲，我这七千多到我手上的选举不助款，我怎么用？嗯、我跟大家讲，四千多要买这房子，嗯、另外怎么用？但目前为止有吗？没有。对，所以疑点重重。是，的确，清皇，这是一笔神秘的交易，对不对？没有在市面上流通嘛。 柯文哲竟然能买到，然后就这么刚好，陈志兰今天就说啦，啊，因为现行法规啊，只有中介、什么经纪啊、代理等等哈，才需要去登录，怎么这么的刚好就不用去登录，让外界完全不知道这个房子有在卖嘞？交易不一定神秘啦，但交易的方式呢，跟我们民间的方式呢，其实真的差很多啦，所以过程才会疑点重重。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啊，在这个案子里面，光是这一笔买卖啊，这间房子呢变成是柯文哲所有这件事情，好多人都说不知道。 那你看哦，这个在柯文哲方面呢，民众党告诉你说不知道承租方的背景，然后这个承租方呢说不知道房子卖给了柯文哲，然后呢李天罗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成是这一家先发兴业的股东。好，我们要先跟帮大家先更正一下，李天罗不只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倚天铎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所以他在董事当初这间公司在申请的时候，或者是在经济部的资料的時候，他是需要做变更的。所以，请问一下，哦、董事的身份是要怎么不知道？这个我其實不只是股东，是董事、哦，他是董事。哦、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而且董事的日期多久了？来，嗯、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在二零一七年跟经济部呢曾经变更过他的董事的资料。嗯、那。 什么时候李天朵在里面变成他的董事呢？是在二零一七之前的时候，你看这边的董事名单里面，我把它圈出来给大家看。董事长叫桂俊杰，董事叫做李天朵。请问二零一七年的资料就长这个样子？那在二零一七年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七年了，七年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董事名单，七年来你都没有任何的证件被这一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或这家公司的代书拿去使用过，然后你就变成这家公司的董事。 你觉得有可能吗？而且第二个是吗而且中奖，我们认识的李天铎，他之前的背景是什么？<對>他是国安局的情报员呢、欸。<對>如果当过国安局的情报员，自己的证件被人家拿去使用。 使用完之后，自己变成别人家公司的董事，然后他都还不知道，<對>那你真的就要担心说这个国家情报单位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欸？不说还好，说不知道，让家觉得奇怪了。是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里面的不知道，这个柯文哲跟民众党说的不知道，还有这个陈租户说的不知道，以及李天罗说的不知道，<對>大家的不知道，反而才是里面哦。 真正的疑云重重所在嘛？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理论上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你看这个名单里面，你说这个李天朵要不知道自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这有可能吗？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啦。然后来在第二个哈，你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讲说柯文哲方面，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你的承租户，你的承租户是一家叫新发新业新业的公司，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给大家看哦、喔，这个叫做。 租赁的移转契约书、移转声明书，什么叫租赁的移转声明书？就是我原来的房东。 我把房子卖给柯文哲之后，我告诉我的房客说：“来来来来来，这个我要跟你先签一份这个文件哦。嗯、我要告诉你说，这一间房子呢，我已经移转给柯文哲了，移转给新的买方了。<對>所以之后你的权利义务关系呢，要去找柯文哲。从<對>几月几号开始，你要跟他订定新的，要做换约的动作。哦，要换这个叫移转声明书嘛。<對>所以他移转声明书就给你看说他是林森南路十号的这个三楼，<對>然后告诉你说原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嗯、然后告诉你因为。 甲方，甲方就是原来的房东，在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号的时候已经出售房屋了，所以约定说在六月二十六号的时候要换约嘛。嗯、那我问你，有这样的一个移转声明书在，请问第一个，这个他现在的承租方。 不知道房子要卖给柯文哲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当初签了这個移转声明书，这个原来的房东都没有告诉你吗？这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對 S 1> 那第三个哦，民众党跟大家说不知道这个新的承租方是什么背景、是什么身份的，你签了这个移转声明书，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这个新的承租方叫做先发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一 Google 就会 Google 到他公司在做什么的。请问民众党真的难道连 Google 的能力都没有了吗？所以又在隐瞒说谎。 是嘛？中央，这就是我讲的。当大家都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看，连黄国昌从美国回来被问到柯文哲的事情呢，黄国昌也是说不知道。现在好像流行，大家都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柯文哲对自己的假账也说不知道。是，当大家都说不知道的时候，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嘛，里面很多事情当事人心知肚明，但是就是不想告诉你。当事人心知肚明，但是不想告诉你，所以他说不知道，其实问题很大，是嘛？所以就是因为讲不知道，所以问题很大。来，在第二个，这个我们还是要讲啊，就是说在这里面哦。 关系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啦。嗯、这个刚刚冠庭有给大家看朱亚虎跟李天朵两个的那个照片，他们在跟张金花城照片，<對 S 1> 他冠庭的照片里面一边啊，你注意看到、啊、那照片里面一边是李天朵，一边就是朱亚虎啦。<對 S 1> 在照片啊上是左上方的部分，那个是李天朵这边這就是朱亚虎。然后这些人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跟大家讲哈。 这些人第一个共同点是都跟黄珊珊认识啦，然后黄珊珊呢称呼李天朵，也是用歌来称呼他了，所以黄珊珊认识李天朵，黄珊珊认不认识朱雅虎？当然认识朱雅虎嘛，朱雅虎在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他是兵役局局长，这个苏培都知道了嘛，黄珊珊一定知道朱雅虎，黄珊珊也一定认识李天朵，而且都算熟，然后这各方之间的关系再加上这个朱雅虎后来的角色，你看哦，这个是二零一九年的资料。 朱雅虎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被这个沈庆金呢，这个找去当啊，他这一家鼎月开发的董事长，在这个地方，二零一九年九月新增董事叫做朱雅虎啦。沈庆金把自己在鼎月开发的董事长的位置把他让出来，他卸任，然后交给朱雅虎去当董事长、啊。这是二零一九年九月的时候，所以新闻你可以看到。 这个鼎月在告诉你，他做的是什么工作？鼎月就是负责整个金华城的这个区域的开发、啊，它叫做金华广场顶级商办园区。所以这就是鼎月开发负责的工作。那我就问你这件事情嘛：鼎月开发的董事长他是去年才刚卸任呢、欸，他不是说卸任很久了呢，他是二零一九年上任，去年才刚卸任哦、喔。所以鼎月开发的董事长朱亚虎，跟我们讲的先发兴业啊，这家做政治公关的公司的他的董事啊，这个李天铎啊。 两个本来就认识，两个也很熟，跟黄珊珊也认识。嗯、那我只请问一件事哦、喔，嗯、黄珊珊的市长叫做柯文哲，嗯、然后柯文哲去买了这间房子，嗯、然后这间房子相关的都说我们不知道哈，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觉得有可能吗？我稍微补充一下啦哈，朱亚、嗯啊、虎哦、喔，呃，因为我们跑市府啊、喔，嗯、你知道他当时是那个郝龙斌，他跟郝龙斌很熟嘛，他做他八年的兵役局长是少数啊，郝龙斌任内是唯一没有被撤，唯一个沒,没有没有没有撤换的啦哈、嗯。那他。 后来这个从郝龙斌这边卸任之后呢，他就非常高调，他到处就是跟人家讲说他个跟这个维京小沈很好啊什么的。所以事实上朱雅虎为什么会跟黄珊珊走？因为朱雅虎他本身是兵役局长，那黄珊珊又是军系的系统。嗯、然后朱雅虎本身他除了兵役局长之外，他也还负责这个国会的这议会的这个副副副联络人啊。嗯、所以等于说他跟黄珊珊确实是有关系。可是他他他跟黄他跟柯文哲也不见得是黄珊珊牵线，因为。 朱亚虎本身是一个蛮高调的人，所以他当时在柯文哲上任之后，他就到处有跟人家讲说、哎、啊，他跟柯文哲也很熟，他就是比较很高调的一个人、啊哎。是。中央我们会发现说，这些人之间彼此千丝万缕哈，哎、要说连连看那些线哈，还不是虚线，那些线还、哎、看起来实现的机会是比较高的。<是>最后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啊，嗯、为什么柯文哲这个商办的买卖会让会让至少我觉得他跟民间的买卖真的是很不一样。<對>我光讲三件事情就好哈。哎、第一个。 这个刚刚前面都有讲到，说这一栋哈创下这一栋这个成交价最高纪录，一平八十八万，上一笔的成交也才八十万而已，在之前大概成交价都落在七十九万、七十六万左右，所以为什么它维持了两三年价格？哦，因为它毕竟已经物七四十七年了，哦，对。 都是在七十六万到八七十九万的区间，然后最后来的成交价是八十万，怎么会过了好几个月之后突然用八十八万？哎，中奖！你知道现代人买房子哦，如果不是非不得已哦，所谓非不得已是找那种哦，这个 Apple 的物件最好的物件，好，新房子、预售屋，然后或者是大家觉得心目中的豪宅这些标的，如果不是这种房子哦，一般来讲我们买卖房子，如果是你的话，你要看什么价格？ 实价登录的价格嘛，而且拿实价登录的价格呢，去跟屋主议价说：“哎呀，这个。” 人家十二楼，我跟你讲，这一栋真的有高楼层，成交价才八十万、七十九万而已啦。你一定会去跟屋主讲说啊，高楼层一平成交价才七十九万，那你这个才三楼而已，三楼<樓>能买能，你能不能用七十六万、七十五万卖给我，很合理吧？<對>这是正常人的思维跟逻辑哦。嗯、结果柯文哲这一间呢，楼层比人家低、嗯、啊，结果单价成交比人家贵一层。正常的人哈，就说买这种四十七年商办，柯文哲又不是马上用到，因为他带租约嘛，<對>所以通常他。 比如说四千三百万，而、啊、他只要他去其他的，他只要贷款一千三百万，他其他的现金留下来，你知道对他来讲这一千三百万，他就可以用租金去还掉他的房贷，然后呢，等到时间到了，房贷期间过了，房子就是他的了嘛。那后面说租金都净赚啊，他手上又可以留现金啊，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显然只有一种可能嘛，他急着要把现金出出去嘛，所以他不会选择我们常见的民间的方式，让房租去养房贷，他不要。 他就是要一定要现金买断，<對>所以他为什么要急着把现金出出去？<對>那你就会好奇一件事，<對>是不是柯文哲真的手上现金很多？<對>所以呢，这一间商办你要用现金去买，买完四千三百万之后呢，你又要再去看一间一点二亿的豪宅。范老师，这个交易很特殊，这件事情的背后、啊，我觉得是跟这个军方的关系，还有跟演艺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哦，我们刚刚讲过朱亚虎，朱亚虎他曾经当过京东师的副师长。 少将副师长，就是我们叫做三幺九师，他是职业军人退伍的，军人出身的。李天铎是正在学校毕业，嗯，是军人，当过我们国安局的驻发个上校啊，处长。你两个都是军人出身的，嗯。那我们刚刚讲过，今天啊，沈庆金他的父亲也是职职业军人，所以他一直跟军方的关系很密切。是。那我们再来看应小薇，嗯。 他在万华当当他这个市议员，他跟黄复兴的关系也很密切。嗯，然后我们在黄黄珊珊跟军方的关系很密切。对，所有都跟军方的关系合在一起了。对他们大概都是跟军方有关了嗯，然后再来就跟演艺界，应小薇在担任市议员，她是二零一零年当上市议员，大家还记得她以前做什么吗？她艺人，她艺人吗？对，沈戚金对演艺界的影响也很大有一个节目，知道人就表示你有一定的年龄了。嗯。嗯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节目是谁在后面推的？就是沈庆晶哦，就是他还为了这个东西成立了一个公司，她他当初就是说要让台湾人认同祖国，嗯，对，认同统一，对。主持人是谁？林峰嘛，大家还记得吗？那那个主题曲大家都会唱嘛，是。所以说你看很清楚，就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例如说沈庆晶跟李小薇之间有艺演艺界的关系，是，但是沈庆晶跟军方的关系，嗯。 好好，印小薇跟黄复兴的关系，就铺成了一个结合了一个退伍军人跟这个啊演演演绎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一个关系啊、哦。是，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刚讲，柯文哲买这个房子，我主要从安全上来讲是很安全了，因为他的这个承承租人大家都知道嘛，是这个先发兴业嘛，先发兴业，先发兴业的负责人是谁？刚讲过。 贵俊杰，俊杰啊，是天道盟创办人罗富柱的助理，助理，所以很安全，不会有黑道来骚扰你，对股东有谁？股东有李天铎，又有国安局，又有又有黑白两道都有。对，李天铎不是常在电视上讲他什么七海哦，他以前是这个蒋介石、蒋经国的什么随护吧？哈，常常在节目上秀过八极拳，呃，八极拳，这个是国安局才有的啊，是。所以就感觉这个房子一定非常的妥当，嗯，不会有人骚扰你，嗯。 黑道白道都走得开，对，而且有一个这个房子呢，有一个新发新业，我相信他会一直租到，一直租啦，嗯嗯，所以每个月的租金就是很稳当嘛，<嘿>滚滚而来嘛，对<嘿>，不会改，不会，我认为他<对>不会随便对,对柯文哲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租金来源一直来一直来、呃、有一个不会退租的房房客，嗯、而且这个房客的这个公司呢，对柯文哲来讲，呃，安安全上绝对没有问题，嗯、那柯文哲能能买到这间房子，真的是。 也很厉害哈，就是那背后的关系。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李天夺应该要出来讲一下。你身为堂堂中华民国国安局的上校退伍驻发的安全官，你竟然自己被人家移入围这个他，哦，他说他现在的董事股东都不知道，被成为董董事都不知道哎，啊啊，这叫被成为董事哎，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要理清楚嘛啊，那我大粉牛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 那因此，我觉得柯文哲第一个，嗯、还有你买这个房子的过程，刚刚、嗯、有那个金流，对，大家很想知道，对，你为什么会买到这一间房子？所以、嗯、我们知道，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前一阵子他不在，他不是在炒那个所谓的这个一亿多的那个豪宅吗？啊、哦，那个所谓的原理清音对，我觉得那个是在打模糊账、迷糊账，嗯、让大家转移焦点，嗯，对不对？欸 我们都发发在看这个《原地寻音》，都在看那个乌钢大佬、乌钢乌钢大王啊，他的这个房子啊，我们都在关注那边，就完全就忽视了这一栋这个现现在看。有、嗯、柯文哲已经买了那个商办了。对的商办嘛。对。他就在顾左右而言他嘛，用一种混淆的方式，大家就不会去看到他买商办的事情嘛。嗯、<哼>等到你发现了，他才告诉你。他才承认。他才承认嘛。对。